我那条三胖子终于是久病痊愈了，今天我也豁出去了，把这条我自己留着提升功力的千年蜈蚣精给他安排上，给他补一补。来，靠你行不行啊你？我都豁出去了，来给你吃。哎呦，你还行，我看你俩谁有能力谁吃吧，谁吃了谁提升功力。怎么了？你别猥琐呀，刚才你不是挺有信心的吗？我没见过这东西，算了，还给我大哥了。真是够废，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这个东西不就小一丝吗？这回你又能了，你忘了刚开始的时候你比他还猥琐呢，胆小鬼。那不是以前吗？我怎么感觉这辣条缩水了呢？是你嘴大了好不好？